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范。昨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 AP 金刚神的战绩图啊，对，这是 AP 金刚神打野啊，很多人没认出来啊。那我今天就做个视频，大概讲一下啊，为什么 AP 金刚神可玩，并且伤害这么高。一个大招接一技能都不用强化普攻，就可以把一个脆皮秒掉，你交洗礼也不好使。首先呢，这是一个五排套路啊，至少也要三排。你看我们的五排阵容，金刚神、泰格、沙夏、奥黛塔四个打团阵容啊，再加上一个阿格斯去带线。这个阵容呢也不是我发现的，就前两天打了一把哈瓦特，然后对面掏出了泰格加金刚神，把我们揍惨了。泰格先手开到几个人，金刚神直接从18000里飞过来，一个大基本上全死了。非常的恐怖啊！当然，他们搬掉了决绝。你们如果要玩这个套路，也要搬掉决绝。于是我们秉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，也掏出了泰格加金刚神。游走位一定要选这种能强开的英雄啊，泰格、瑞尔、桂尼、威尔、阿特拉斯。经验路其实最好也选个带团控的，黑龙和迪斯拉是最佳选项。因为金刚神自身的大招延迟并不算低，先手跳大的命中率并不高啊，最好是打反手或者是队友帮你强控住之后你再上。然后我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要打野 AP 金刚神啊。首先，金刚神你如果走经验路的话，你要带线，对吧？你就18000，你就算跳过来，你还得回去啊，其实是不利于你的带线的。然后，如果你走游走的话，经济不会这么高，只有打野，既不用管线，发育又快。然后金刚神因为有一技能食欲伤害，打野速度并不算太慢。我这一圈打下来呢，感觉四级之前打野速度甚至比费登要快啊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赛季加强了很多坦克英雄的成长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啊，所以 AP 金刚神的可玩性就上来了。大多数其他坦克像什么阿特拉斯、泰格瑞尔，就算出纯攻击装也没什么太大的输出，但金刚神不一样，除了二技能是个纯控制技能以外，其他三个技能都有输出能力。我这里直接智能施法了，没想到外面还有一个莫斯卡夫跳了一波很尴尬的轰炸。除此之外呢，金刚神被动还能提供200点护甲，那么在面对魔法伤害不足的阵容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。就算我一件物理防御都不出，你也很难打动我。然后讲一下装备啊，装备推荐是法穿鞋加这个血刃猎杀。然后出4件法强装啊，巨能之力、天才法杖、神圣晶石，然后破碎流年和闪电权杖，你选一个。最后看情况补件防装，如果对面就一个偷法这种东西，你就出个复活甲就结束了。如果对面是有法术大核的啊，或者是射手位是法伤的，像纽特啊这种，你可以考虑出一个圣灯光甲。天赋的话可以带法师、适应性攻击，然后魔族克星加震荡冲击。预购一个天才法杖，节奏非常的舒服，啊，不过我后面发现啊，其实第一件直接破碎流年更加舒服啊，反正本身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打伤害，你控上之后还是要接队友的伤害。哦，帕维特一个二一，一个震荡冲击直接打掉半残血，哥们儿，你打我是根本不疼，啊，我们。准备大招瞄一下啊！你位移用掉了，好，你死了，一个大，哇，1200点，直接把帕维特秒了。往上走一走，这边罗维塔开大，二技能把他大招断掉，一个一技能震荡冲击，弹一丝血，奥塔开大秒杀，哎，这个奥塔大闪出现了一丝丝的失误啊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我萨夫不走，那他死了，我们泰格正在包过来。哎，没推到啊，算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塔拆了。哎，泰格接到了，但是一个技能，再个平 A 收掉。我没有大招啊，只能补一个一技能，就需要泰格这种强开的。假设刚刚那波我有大，对吧？就直接跳上去了。什么什么，之前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大闪跟不上啊，是很多。
游走英雄非常难受的地方。我泰格这么精彩的一波大闪，我阿特拉斯背五个，你们都在后面跟不上，没关系，金刚神能跟上。哎呦呦呦，不需要我了啊，跳一波吧。好的，空了啊，没事，回来。啊，金刚神还是非常依赖队友先手控制的。你在追人的时候，除非对面位移全部交完，像刚刚我那个沙帕亚特那样，不然的话大招是很难中的。在，所以要打反手，对面在向你发起进攻的时候，向你队友发起进攻的时候，这样比较好中，或者说你队友已经控制他。好，完了，这都不需要我，我大招 CD 太长了，我应该第一剑直接破碎流年。哎，好家伙，这家伙又有二技能了。哦，没死，难受，哥们儿，完，哎，没事。好的，这个浪了一波啊，经济变成了一个落后的状态，但是没关系，这时候我们金刚神真正的反打能力才要刚刚发挥出来啊，不然先手跳大实在是太难中人了。哎，我们就等对面领主过来给大家看一波卧河杀下的机智配合开跳。你队友都死了，你在这拍什么呢？一拳闪电权杖，哎，还有一个莫萨夫也死了。泰格控住人，我接大，其实跳慢了，只跳到一个，所以这个套路一定要开黑并且有沟通才能玩。我们这把也是第一次玩，不太熟练，像我们被揍的那把，泰格刚闪现上来，那个金刚神大招预警圈就下来了，根本走不了。一个强普带走头发，那么这局也是轻松拿下。
好的，那么本期 AP 金刚神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